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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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吞一点巧克力，死不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森，今天我们又来玩 Minecraft， 我们今天三个人来到了。Hello，Hello， 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。噔噔噔噔噔，摩斯，杰克，抱我，杰克，抱。哇！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铁达尼号的地图啊，我们不是要来玩冒险地图，或者是想要爆破人家。因为啊，这铁达尼是好多，在历史上啊，铁达尼号是撞到冰山沉下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张地图啊，它还是完好如初。这边已经有救生船了，你看救生船都来到这个地方，结果铁达尼号完好如初，你觉得这样子对吗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想办法把眼前这艘铁达尼号给炸烂。哎，对，我们会用各种各式各样的方法炸烂这张地图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如果宝宝们喜欢我们一起玩这种有趣的疗愈型的地图的话，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爆炸的地图，来个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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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棒棒棒棒，8888个喜欢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不是只是单纯的拿 TNT 炸地图而已，这样子太 low 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要集合我们一键指令，我们找到了一个有8种可以炸地图的一键指令。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啊，我们先游到前方的那一艘铁达尼号好了，好不好？毕竟我们不是救难人员。哦，一宿不是游，不是游，游到开船，开船，开船。呀，哎呦，可以，很好，哇，方便了吧？羽毛，快点！好重，好重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有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下船，我下船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要沉下去了，杰克！我不会游泳，杰克，杰克，杰克！快点上，快点上！羽毛，羽毛，有没有看到遇到灾难的时候啊？人性的险恶。开门，这样还可以上来。开门，开门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放他上来啦！我们登到铁达尼号上面之后呢，我们先把门关起来。哇哇 ，Panky， 坏掉了，关不起来，没关系，我们这里有准备了3个箱子，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好可怕爆破用的箱子哦。左边这边有一个 TNT 跟一个铁门，然后还有一整排的道具。那一整排的道具呢，等一下都会用到，大家要好好的善用它，所以先把它放到我们的道具栏里面。好，那首先第一步呢，我们先想办法到甲板上面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甲板上呀，离开这个，为什么身上会有陷阱储物箱啊？这个东西收起来。好，完了。你要怎么走？啊，往上的路，哇，甲板嘛，这里是那个、欸、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哪个哪个？这里是那个，是大家睡觉的地方哎、欸。哎呦，哦，这个是那个员工、哦、员工 only 的房间、哦，好酷、哦、这张地图。你干嘛看人家睡觉？头等，哦，头等舱哎、欸。那我要卡车的地方啊，卡车的地方没有。铁达尼号应该不是运，不是铁达尼号应该算是娱乐用船吧？我在想，所以它应该是不会。最下面的时候不是有那个车子，然后会有手印啊？对吼，啊、对对对对对，就是罗斯跟杰克在下面偷情的那个地方。你还记得吗？哇，不知道可不可以找到大厅哎、欸？一般的东西，我只记得他帮他画那个照片。走了走了，我们到甲板上面。我们到甲板上面，我们到甲板上面，好不好？甲板上，搞不好他也有那个，他也有就是把那些什么 casino 都重置好。你们人在巧克力，我往上啊？你们怎么了？我这边有一条可以往上，这床好大哦。我上来了，条条大路通楼顶。是这里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感觉我快要到顶楼了。我又再往上一层了，这里可以再往上。羽毛跟我走，这艘船我熟的嘞。哦，到了，看谁比较早。到了到了到了，我到甲板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我到哇，巧克力迷路啊！到甲板了，我到甲板了。你是在南方的甲板还是在北方的甲板啊？我到西方的甲板，这是哪里啊？哇、欸！我看到你了，哇！你在好高、哦，哇！巧克力，我们在这里，哎、欸，哇！我们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下面这个地方玩好了。首先，这个一键指令呢，你要实现它的话，你必须要先丢出一个小小 TNT，、嗯、然后再丢出一扇铁门，它就给你一颗 mini TNT shop，、哦、一个可以买到一些 TNT 道具的一个商店哦。那我们大家可以把它叫出来。来叫出来，叫出来，然后叫出来后，我们要建3间吗？建3间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、一人一间，一人一间。那我先把时间
调成早上好不好？让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。那我先拿些牛肉，我肚子饿。虾了，我也想吃牛肉。不如我们直接就是拿多一点牛肉分给我们大家吃。这是豪华的船欸，应该多吃一点吼。妈妈妈妈妈妈妈，喝加。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TNT shop 啊，要离一小段距离哦，每个人都一小段好不好？每个人都一小段。好好，然后我们放了吗？好，准备喽 ，three, two, one, 放。Go go， 超可爱的。哎呦，这么小。你看旁边还有巧克力，有看到正面吗？还有材质哦。哎呦呦呦，你有看到正面吗？哎呦，超可爱的。你可以进。哎呦，哎呦，羽毛。你看羽毛，羽毛再进去，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可以进去，巧克力出来，巧克力出来，羽毛，你看，哦，羽毛，超酷的，好像从地板里面走出来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呦，羽毛，羽毛，我们先进到我们的商店里面，也太酷了吧！它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家伙，叫做 Bombi， 这个是其实这个是这个指令的作者呢，做给 Popular MMO 他们的一个特别的指令 ，Bombi 就是 Popular MMO 他们的可爱的小宠物。那如果我们要跟 Bombi 交易的话呢，我们要把东西丢给他，不是用右键交易，所以我们先丢出我们第一个床，黄色的床。丢给他之后呢，你会拿到一个叫做 explosive bat， 你先把它你先把它放在你的道具栏里面，不要启动它哦，会发生恐怖的事，我的床会直接沉掉。第二个是弓，一样丢给他，如法炮制，好，来，一样放在包包里面，有一个弓，再来第三个铁镐，赶快铁镐，第四个是金粒，丢给他，他会给你。有点像是粉的东西哦，然后再来金锭呢，一样是一个一个一个丢给他，所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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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颗火焰弹哦呀，你会拿到三颗蛋蛋，然后最后呢 ，TNT TNT 这个东西呢，你要一口气丢给他八个哦，来哦，对，丢完丢，给他集八个，有了之后你就会拿到 TNT 呀，你就会拿到六个特别的道具。那我们先到船顶汇合好不好？我们到船顶汇合。我出来了，把这块吓掉了。我决定，好酷哦，这东西。我决定要让它下一下雨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个下雨 weather， 因为铁达尼号沉船的时候要有那种气氛啊。哎呦，这样够暗吗？好像太阳还没下山，对不对？下雨，还要再更暗一点，对不对？再暗，这样子。哦呦，哦，按爆，按摩摩，按摩摩。完成了之后呢？首先，第一个晚上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睡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到，客房，我们先到客房，好不好？这边这可以睡吗？你不是说这都是炸弹的东西？不是炸弹啦，这床怎么可以？就是这是哪一间呢？随便一间啦。好，就这间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把床放上来，好不好？那羽毛请睡，来，请。我吗？羽毛请，羽毛请，羽毛请，就睡就对了。晚安，晚安，我的，哈哈哈哈哈！是不是忘记唱重生点了？甜美的梦，哇！你做了一个甜美的梦了。Where am I？ 我随你啊！你可以踢骗我们，你可以踢骗我们。哎，其实走这里出来就是了吧？这就是第一张床，我已经用掉了。如果你有这个指令，呀，你用这个指令在在别人的伺服器里面的话，你可以就是把人家的床偷偷换掉，然后变成这种床。等一下，我们先试个 spawn point 好不好？我们先试个 spawn point。好了之后，我要跟大家讲欧亚斯咪喽，准备喽，欧亚斯咪。这商店被炸掉了！哇，商店被炸掉了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再来，巧克力，你换你睡了，每个人都要睡一下，谁还没有放？来，给睡，欧亚斯咪巧克力。为什么要这样折磨？我们这只有炸一个小坑而已，还不过瘾，对不对？再来第二个，手上这一把弓啊，这把弓很酷。先不要对人设，我们先一起对外面射好不好？一起对我们的就是前面那一艘船射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来喽！救援的船，你不要这样把它给炸，是不是？看清楚那个射出去的弓箭 ，OK 吗？来喽，准备喽！好 ，three two， 我射不出去，见识吧？对，要见识。等一下。OK， 大家都有一组之后，瞄准前方的救难船，准备喽。没问题，弓拉出去，射击。好，哦，有看到吗？花花，可是，哎呦，爆炸，爆炸！他就是花花剑，花花剑，炸，花花剑。哎呦，我靠！可他那个是还蛮特别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妈，你妈！你刚刚飞好高，轻如羽毛啊！雨婷，你为什么这样欺负羽毛啊？哎，
哦，射到不会有事哎、欸！哇、哦，对，这是一把爆炸弓哦！羽毛人重生点已经知道了，不要啊！哇！我靠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重生点！不要传哟！等一下啊！传坏了！冷静，冷静，大家冷静啊！好，停停停，我加上来了！冷静，冷静啊！漏水啦、啊！对了，如果你有注意到这个花花，如果箭矢卡在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可以按左键把它敲掉，它一样会发生爆炸。相信你，是这样子，对，哦、像这样子。好了，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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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就是第二把弓箭，它就是 Flower Power Bow， 它有邪恶的花花，爆炸箭吧？但是它有花花的立体效果。再来，第三样道具，第三样道具是Hall of Doom 这个东西就有点恐怖了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找一个漂亮的地方，船头好不好？就是杰克跟罗斯在那抱抱的地方，应该是这里吧？哎呦，应该是这里，还记得那电影的经典场景吗？啊，抱抱，已经拉好距离了，抱抱，抱我羽毛，抱抱，经典场景，毛了吗？原来那个经典场景是这样子，这是谋杀场景吧？好了，羽毛，你必须要过来了。你这么坏，你来这个地方。好，来这个地方。可以有放了吗？好，我要放了。羽毛，你先下去这个下面这个坑，好不好？下面，好对吧？然后好了之后呢，巧克力这个给你放，这个给你放。哎呦，你拿那颗蛋，然后之后对羽毛的脚底下按一下右键，就这样子。右键是不是？好，对，按一下右键。有，按下去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小小天梯在那个地方，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了。我被缓速了，然后你会发现你被缓速，然后地板开始侵蚀，侵蚀下去，侵蚀完之后还没有，侵蚀完还没结束，等它侵蚀完之后会跑出天梯，然后给羽毛最后一击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操！巧克力呢？哦，你也掉下去了，好可怕！我在水下，我在水下，我在水下，我在水下。你们都没事吗？你们都没事吗？哇！这个是侵蚀 TNT， 它会侵蚀地板，把它侵蚀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坑下去，然后再有各种 TNT 轰炸，嗯哼，超漂亮。好了，我们的船已经毁了头了，换一个地方是不是？我要把这条船炸掉嘛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想炸哪里？船头已经不见了，我们慢慢炸过去啊，慢慢炸过去吗？这条船很大很大，那就换这里喽。你有几秒钟的时间可以跑，然后之后你就会被定住。哦、你有看到是其他，就是大家都被定住。如果你靠近很近很近的距离，就被定住。你没有被定住，我又被定了，哇！你们受不了，哇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哇！水里，水里，水里还是会痛啊！哇！好了，你知道我们这样会怎样？我会被溺死。我被这个啦！你们还好吗？回来了，我们差点要溺死了。这也不算回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继续逃难了，我们要继续逃难了，看还有哪里可以逃。我们要上，这是三等房。三等房在这里，还有办法离开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们还可以逃出去。这边还有甲板就好，这边还有甲板，还能够上去。我们不能盖上去啊！这个我要模拟当时真正的发生的事情，好不好？逃难，逃难，对，逃难，逃难，逃难。我先上来了，模拟麦块逃难房。那个好像没有办法逃难嘞、欸，逃到最顶端之后，楼梯好像都不见了，可能要继续往深处走。哇！然后深处要再找。我累啊，直接爬上去了。不行啊，不行！哎呦，这是哪、啊？哦，电梯耶、欸！好大、哦，好酷啊、哦！你想去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好酷、哦！我靠！我靠！羽毛！喂喂！哇！电梯啊！发生什么事？是羽毛？是羽毛？没错啊，沒我没放东西、欸，是吗？我没放东西。好了，我上来了 ，TP 我 ，TP 我 ，TP 我。OK。哎呀，痛了，痛了！我们再设一个新的 small point， 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巧克力麻烦你啊，我来了 ，SPA， 然后大家好，行， okay. 再来，看完了我们第三个道具之后呢，再来第四个了，第四个叫做 Creeper Food， 这个东西很特别，那个东西我们要先每一个人都调成创造模式，然后我要召唤一只小小的 Creeper 出来。我们召唤出 Creeper 之后呢，我们把 Creeper Food、就是苦力怕的食物喂给他 ，Q 给他。听他，听他吃掉。嘘嘘嘘，你注意听，等一下，听他肚子的声音哦，听他肚子的声音哦。他肚子不舒服，等一下，大家爆出肚 Creeper 的便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呼吸到了，换羽毛，换羽毛，换羽毛丢给他吃，喂他，喂他，喂他吃。嘿，等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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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换。你看他那个肚子里又红红的，他就是不舒服啊。哎呦，拉肚子，拉肚子，拉肚子。啊，
换巧克力，换巧克力，好可爱。他这个黑宝好可怜，一直在拉肚子，很可爱的黑宝、欸，喂他吃泻药。啊，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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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他的便便，我们是叫 Creeper 的便便。那这个 Creeper 便便还蛮好玩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先打开你们的道具，然后复制64个出来，复制多一点，好哟，复制64个出来，然后我们跟这只可怜的 Creeper 说拜拜，谢谢他的付出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之后呢？之后呢？我们挑战这个模式，然后再重新设个 spawn point， 以防万一哦。好了之后呢，先示范给大家看这个 creeper 这个东西呢，按 Q， 它会爆炸，然后被炸到的人呢，会中毒，对，会得到一些负面的效果，然后会开始头晕响的，好恶啊，很恶心，非常非常非常，等一下啦，炸弹超人，恶心死了，等一下。可以好恶心！等一下，等一下了，北七啊，我都快结束了。为什么飞动呢？被这个东西砸到啊，就是会得到一些恶心、晕眩的效果。它就有点像是投掷物的感觉，就是你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啊，然后 Q 出去，然后炸别人这样子。呀呀呀！可是它不会地上有那个破坏效果。对，它有点像是手榴弹，我们要不要来 PK 一下，看谁最先炸死？好不好？我们先 Q 大家，然后我们来 PK， 看看谁能够成为铁达尼号之王，好吗？铁达尼号之王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各位好了吗？好了就开始喽，准备喽 ，3, 2, 1, go！ 羽毛在哪？神！干嘛？站高高，有种下来啊！干嘛？羽毛呢？对啊，我觉得羽毛很阴险的，我们先去找羽毛好不好？他忍闷不吭声的、欸，躲去哪了？躲去哪？那边偷笑。真的？小黄，你们在哪里？看到，在哪里？他们我看见了，我在躲在那里哦。中！喂！哇！啊！我抓到自己了，抓到自己了，白痴了！我抓到自己！趁这个时候，趁这个时候。我不管了，跟你拼了，跟你拼了！哇，好霸气，炸死！羽毛去死！你叫死了，我知道。我叫我抓 creeper 啊！好运！哇！姐姐，你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？你获胜了！哇！这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这个东西丢出去八成都是会扎到自己的脚上，好可怕！好啦，超近的。看完 Creeper 的便便之后啊，剩下两个道具，大家就觉得，哎，这样子破坏了这么久才炸这样子，不是说要炸好整艘铁达尼号吗？对不对？还没。我们接下来后面这两个东西是伺服器级的东西哦，好不好？这个是 Evil Lucky Block。它就是恶魔的幸运方块，对，邪恶的幸运方块，换一个地方好不好？换一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就一次一个人好了，我就先喽，先把它放下去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会看到一个很可爱的 Lucky Block， 注意，这是完全没有装模组哦，只是一键指令，而且也没有装材质包，超厉害，超厉害。那我就打开了，材质包没有，没有材质包，我打开喽。对，我建议你们可以远一点。哦，建议吧。OK， 好了，我就打开喽。啊，什么事情？不好！我的遗言，我的遗言是还好哎。来，我要打喽。OK， 下好离手。好，嘣！哎，我按的。我怎么被困进来？你们两个被困住了。为什么是我？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这两个也会遭殃哦。我救你们啦！我救你们！来来来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关到我救你！就房间里，这是 unlucky block， 就代表说你打开里面的东西呢，都会是不好的东西。再来换羽毛，羽毛换你。这上面应该是半砖，没有办法哦，你要放在下面石砖的样子。我跟巧克力就在下面这个地方。OK， 对，你慢玩，羽毛上网。哎，喂，哇！这天使，天使，他是天使，这是 Pat 的灵魂，哇哇，天使，有没有跟着他，你做得到？十二灵魂，好像死不了。需要帮忙吗？好不好？还会飞走啊？我可以帮你。我死掉了！哇，
炸，运气都还好，没有弄到很爆炸的。对，哎，我以为它都会是这种毁灭级的东西。换我了，好，阿神再来。哦，okay, 还好哇，为什么羽毛每次都遭殃？而且你波及啊，不想洗我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救命啊 ！OK， 洗完火龙要太跳船，没事没事，换巧克力。哦吼，我感觉大家运势还不错啊，缓速而已，就跟我刚刚一模一样。羽毛下去，缓速而已，然后就撞了。来下一个，哎，什么？又是你啊！中了，巧克力跟着花，试试他，试试他，跟着花，炸，用炸，用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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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！哇，要炸死，炸死！哈哈哈哈哈！羽毛可怜。我觉得你在这个 small point 哦。好了，那换我来，一样放在这里。来，然后接过一下，接过一下。哇，这是天梯蝙蝠，天梯蝙蝠，天梯蝙蝠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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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你啊！看你还哦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你这个好，很可爱哎，天梯蝙蝠。我觉得就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吗？好好好好，一路炸过去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喂，又一次，又一次，又一次，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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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哎，他其实不会特别往你的方向飞，因为他就是那个友善生物啊，他不会特别追你。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，结果还好哎。Let's go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还 OK。退退退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快了，毫不犹豫，哈哈哈哈哈，连敏的心都没有。好，我们要毁灭级的。看到这里的 Bob 就觉得，哎呦，不是说好炸好整艘船吗？就炸成这样子，啊、这是整艘船吗？告诉你，最后一颗叫做 Tiny TNT，、有点可怕。除了出事之外，都还好，都还好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东西还蛮特别的。这个东西就是你会需要，应该是会需要这个东西。等我一下哦，我们可能会需要赖打，所以每个人发一支赖打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给息都准备好了，巧克力不要乱丢垃圾，给息都准备好了。我接下来想开光影，看一下在这漂亮的爆破，你知道这种画面就这样开光影，然后让电脑烧爆。所以开了光影之后，大家忍耐一下这漂亮的船，然后在迷雾里面，还蛮漂亮的，有没有？哇，美！我们来炸那个烟囱上面。烟囱吗？我是觉得可能放在船的正中间，拦腰折断。铁达尼号是怎么沉的？拦腰折断嘛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我们就放在这个中间是吧？这个地方，那我就放一颗咯，我就放在这个地方打掉，我就放在这里。放上去，放上去，它就长这个样子，好小啊，就跟巧克力的一样，超迷你的，嘘，有更小，你的才小，我点了，我点了，来喽，对，点燃你的小炸弹吧，点燃，哎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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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多一点巧克力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！哇！都是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是不是有红蛋？你干什么？完了！哇！是不是停不下来了？炸弹了！我动不了了，完全动不了了。我现在也动不了，然后炸，然后炸，超漂亮的啦！好像已经没有回应了。哎呦！我还有在动，我还有在动。我现在看到船的那一步，没有回应，白。巧克力是断线的你，我断线了吗？哦，你没有，你还在，你还在。我跟你说，我画面已经看不到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两个有在动吗？我的画面还在动一下下，动一下下，动一下，动一下，我要看到最后结尾才可以了。我现在听到声音，我在等，我在等，等这个爆炸结束啊！等爆炸结束，那是不是断线的啦？我已经爆了啦，我已经看到结尾了。结尾了吗？我重新登入，我重新登入，就超超笑。我靠！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巧克力，快一点回来！哇，好离谱啊！我觉得我们把这个羽毛帮我把这个钥匙打掉，这样回归它最原本的样子，好美啊！巧克力，整个世纪大爆炸了啊！白痴哦，这个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怎么？你看我们的那个指令方块啊，连指令方块都被炸爆，外面的玻璃被炸掉，这个少一颗哎，方块本不会有事，最终但是这个少一颗是为什么？它本来就少一颗，是不是？哼，
好恐怖哦，好漂亮的，超恐怖的，这其实炸得很美，有没有？换一个模式啊，换一个模式 ，time set 来个6000，哎呦啊，超美，好亮好亮好亮，超美的这爆炸，你个头啊！铁达尼号，好恐怖哦！好嘞，今天这集阿文兽差不多该到这喽。希望朋友们会喜欢今天的爆炸特辑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我们加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8888的喜欢。那么我们下期见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，再会了，铁达尼。